姐姐，我要和你睡。弟弟，你是不是没刷牙？嘴好臭，下去下去。妈妈，我要和你睡。你是不是没洗脚啊？熏死我了，快下去。爸爸，我要和你睡。这孩子怎么放屁呀？熏死我了，快下去。唉，还是自己睡吧。我要上床睡觉了。哎，这是谁给我放的口哨糖啊？姐姐，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谢谢你弟弟，姐姐太喜欢了。我要睡觉了。哎，这是谁在我床上放的口红糖啊？妈妈，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谢谢你宝贝。哎，我床上这是什么啊？爸爸，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谁拿牙膏做惊喜呀？爸爸，你也太 out 了，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牙膏糖。谢谢你宝贝，爸爸现在就吃。这个牙膏糖太好吃了。爸爸，你怎么晚上吃糖？晚上吃糖会蛀牙的。小赛，爸爸祝你生日快乐。谢谢爸爸，我爱你。乔治，爸爸祝你生日快乐。谢谢爸爸，我也爱你。小灰灰，爸爸祝你生日快乐。谢谢爸爸，我也好爱你。小鬼，爸爸祝你生日快乐。爸爸，别人过生日都买蛋糕，你怎么买的冰淇淋？什么？这是冰淇淋？我以为这就是蛋糕呢。哎，这天都黑了，小动物们怎么还不回家呀？佩奇佩奇，我来了，这是我的象宝宝，我们要回家喽。佩奇佩奇，我们也来了，回家喽，不然一会儿呀，大灰狼可就要来喽，把我们吃掉可怎么办呀？哎，这小猴子和小狮子的妈妈都回来了，这宝宝们怎么还没有回来呀？是呀是呀，佩奇，你快帮我们找到宝宝吧，他们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啊，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我的好朋友啊。乔治，你赶快把这个小宝宝送回到他们妈妈身边吧，不然妈妈该担心了。不嘛不嘛，姐姐，我要让他们做我的好朋友，可是你这样他们也会不高兴的，我们还是赶快把他们还回去吧。哼，我又没有朋友了。乔治，你别哭了，我小猴子不回去，我想和你做朋友。真的吗？诶，弟弟，不好啦，有怪兽来了，我们赶紧躲起来。那我躲哪儿啊？来，你躲到这个柜子里面，里面很安全。好多好多，那姐姐你躲哪儿啊？我就躲在这桌子底下。你赶紧躲到柜子里吧。好的，姐姐。弟弟，你快出来吧，怪兽没来。그거뭐안간가그거뭐두간가그거뭐세간가네간가다섯간가오고개동굴개오이오수여거간가일거간가여덟간가姐姐，你猜这是谁的家？小白兔的家。小白兔在家吗？这是小松鼠的家。姐姐，你猜这是谁的家？奥特曼的家。小奥特曼在家吗？我在家，进来玩吧。